哎，我的妈呀！日本正宗大阪烧居然还放这么一大块肉。今天老公休息，带着老公孩子去一家60多年的大阪烧老店。这是一对老夫妇在经营的店铺，店里空间不大，但是来这里的都是熟客，没有过多的热情服务。俩老夫妻二人专注给客人做好吃的大阪烧，真的充满了烟火气呀！每张桌子上都有一个铁板，能够很直观的看到制作的过程。这上面铺的肉可都是和牛啊！大阪烧都是老奶奶亲手在我面前制作，就有一种小时候奶奶给我做饭吃的感觉。我们点了三种，一份牛肉洋葱的，一份猪大葱的，还有一份鸡蛋盖面。大阪烧的量很足，馅料特别丰富，因为面糊用的很少，所以没有什么主食口感。这小饼你看着不起眼，但是贼厚实，里边有6-7种菜还有肉，一个大老爷们来吃肯定能吃饱啊。这顿饭花了3800日元，相当于咱们228块钱。这种小店除了正宗美味，吃的就是一种幸福感，有机会你们一定也要来体验一下哦。